好，继续翻到嚟八二随机精灵版啦。好 ，OK。首先咧，我哋第一步咧，梗系要揾精灵睇下啦，系咪？我哋要拣只劲嘅特性精灵。诶、欸，白鹿喎、哦，喺呢度撞到你，正想俾呢个你喎，飞翔飞行技喎、哦。咁战斗嘅时候咧，用呢个技能就可以飞到咧上去嘅精灵中心。知道，好隐藏动员。嗯，做咩啊？嗰边听到啲声、哦，咩声啊？声音喺呢度传。哦，嗰度有一个窿入去，哦，隐藏洞穴。OK， 大发现啦，吊钱下个钟树会唔会有嘢？哦，呢只嘢啊，睇下咯。哦，22咧，唔知咩技，三个攻击，种子机关枪。哦，连锁啊，呢只好似系连锁、哦，必杀磨牙。我惊打死佢咁，爆响口。无法回来，点解啊？俾人踩啊！踩影唔通系佢？哇！佢真系咁样打到嘅、啊，唔通佢系连锁？捉到啦 ，very good， 可以睇下啦。施尔唔系话佢两次射五粒、啊，系咗咧就系爆发失魅力嘅对抗。施尔。究竟点样施移法？热风、墨水，哇，唔系嘛？烈暴风、歌动员，打佢！烈暴风冇啊！烈暴风，砍死佢！识唱歌，圈同识唱歌啊！咁凶残、咁凶恶嘅精灵，居然识唱歌，氹人瞓觉。错，我中意，几好，哇，居蟹、哦，落天，我睇到我游戏个壳，我已经睇得出佢好落天，系啊，对于呢个世界系啦，俾个咁嘅岩石笠住自己个头都觉得冇问题啊，好开心啊，落天唔系浪得虚名嘅，好，挤埋我只鼠先，只鼠都唔系我要嘅精灵啊，我玩紧鲤鱼王啊。好，可以进行神呢、這个精灵对战、哦，佢哋系最强嘅训练师、哦，好啊，打下咯，挑战下地下铁大师、哦。呢种系没缘分，你都可以睇懂咧战斗中咧呈现出嘅景色啊！嗰、那个男下你都讲啲嘢，遵守规则，安全驾驶，目标胜利出发。宝毛虫同埋无头小鹰，哇，自爆磁怪隔篱条友，急冻拳打无头小鹰。哇！自由空，自由落下去，捉咗上天，条死仔包。哇！唔系嘛？你做咗啲咩啊？你自爆磁界究竟吓？喷火，喷晒两只都一只怕火。盔甲鸟，哇！好劲喎！佢嗰啲有盔甲鸟有咩、啊？有盔甲鸟，跟住有咩啊？磁怪、啊，岩崩，圣之火，咁犀利嗰啲虫。嗰啲技 ，OK， 兄弟，你同你嘅精灵咧配合得就太班啦，我南下输俾你哋，好有意思，下次再来玩一定要对战啊！佢话，只不过系咧地下铁大师心意啊，对战几六器 ，OK， 嚟，我阻咗捉精灵啊！呢度有咩人？呢度呢啲人应该要打啦，哇，上面有草丛喐喎。但可惜我扛唔到小拳石下载，点样下载？我就知道小拳石可以，佢用边度行？咩骗术啊？咩嚟噶？哇！流沙地狱，好似好犀利咁呢招技，超能力，特防减低，爆响口，哎，咁错，呢只要捉啊！下载咁犀利嘅技，咁犀利嘅特性，我一定要捉，哦。捉，哎 ，good 啊 good 啊，下载睇一睇先，会根据对手的能力提升攻击或特攻下载击落。喂，呢两招都至少系自己属性哦，唔错，都冇随机到啲垃圾技。好，哇，毒钉，
我知道你哥德寶寶啦，因為我有隻，知道佢用咩技，真係唔錯嘅氛圍啊！令人陶醉嘅戰鬥，超鐵暴龍啊！追咗啲咩啊？睇唔到，能量球啊！能量球，幻象斬，太古盔甲水技，冇水技喎。呢招，哎呀，岩石技，小圆石，下载卡特工，下载击落，哇，好劲喎！招佢招格技都滚石，滚石都唔同，死咯咁铺碾碎，一招格技打晒我成队，木锤镜光，哎死咗，唔得，太劲啦！我小圆石下载都打唔赢。下载真系好少，有啲多啲精灵啊，太少唔够多，我需要多啲。咁咯。哇，呢只竹精，呢只劲嘅能量球，黑夜诅咒，喷火机去死佢实。哇，用我啲技啊佢，佢唔系食火咩？点解我打？啊，系咪因为我血量太低啊？喷火。食招啊！泥鳅放热风喷火，哇！食招系咁用我啲技，哥德寶寶急冻拳喷水，捉咗佢先，捉唔到咧？哎，争啲咁多，小拳石下载，一见到下载，我觉得好好笑。得啦，点啊？捉到啦，终于。之后再睇下呢只咩精灵啊？到第二只，奇洛里昂，滚石，碾碎，碾碎咗佢添。哇，喇叭牙，走啦，双打，双打好难捉嘢，所以唔打。沙来岛可以进。哇，太劲啦，我招碾碎。喇叭牙捉。电磁炮唔使咁劲啊嘛，喋喋不休，喋喋不休好似系嗰只音符鹦鹉嗰只嗰招技，呢度浅踏低空踢，用佢个用佢嗰啲咁嘅树根可以用个低空踢，唉，真系笑死人呢啲咁嘅电虫，滚石双针，滚石唔好死住，捉佢。哎呀，争啲，再捉再捉，好搞掂啦，系啦，存货。其实边只可以存货？呢只其实可以放得。呢只唔放，呢只唔放，呢只唔放，呢只唔放。下载，我谂下载应该要走啦。好，呢度开始睇啦。铁甲西游漂浮睇咗啦，恶臭追击手。命中要害的时候，威力会提升，唔算太劲。三倍足嘅，模仿对方技能，对方不出招就失败。HP 越多，威力越大。150攻，哇！呢招劲喎，呢只要出啊咁。哇！呢只要出，呢只要带走，呢只有色眼镜。在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技能会变强。咩叫效果不太好啊？系咪真系属性上嘅双黑之类？喋喋不休，125唔算劲呢只，一般。岩浆防卫不会进入冰冻状态，叶片防卫。咦？加攻击减特攻，完全啱晒艾露雷朵嗰个特性。好，唔错，揾到只好精灵啦咁又。水咩？喷水啊！呢招喷水超劲喎，150攻。而家系打道馆先，道馆好似喺呢个系嘛？咦，唔系呢个音乐会嚟嘅，唔使啦，我唔使玩装饰。唉，重新考虑呢只，即刻开始装扮啦。好啊，点样着条裙我想知。喂，唔得，我着唔到佢。Oh shit！ 我只鉴衫俾人整到咁样，
我呢啲点样炸啊？哇！俾顶帽佢啊！顶帽又戴唔到，支嘢又揸唔到啊！净系加条咁嘅蓝色丝带，哇！太有魅力啦，实在呢啲简直当我水鱼咁片佢。边个系馆主啊？呢、這个好似系，哦，我记得呢个咩嚟啦？运动会用嚟升呢嘅之前。雷文士死咯，唔记得边度添？呢度唔系有个道馆咩？呢、這个系嘛？呢、這个我系呢个啦。好，好搭车 ，Go！ 算系好新颖嘅呢个咁嘅设计。小公爷好犀利，更换了路线。等埋我，等埋我，出去系咪打得啊？呢个应该打得系嘛？咦，唔打得嘅呢啲？我谂应该未，诶、欸、有咯、哦，过山车锻炼出嚟嘅速度咧，靠呢个速度咧打赢我。佢话沙漠蜻蜓地面系，喂又系下载沙漠蜻蜓下载，急冻复冻结复特，冻结复特，准备受死啊！我就打自己，打死佢。好 ，OK。啲技啲战术既华丽又优雅，哇！过山车，跟住又踩呢、這个，跟住等佢过嚟，跟住可以打呢个小谷儿。诶、欸，呢、這个喷车过山车咧，差唔多喷气过山车，差唔多走到尽头咯。我都系被小谷儿大人咧锻炼出嚟嘅神呢、這个精灵训练师，唔会轻易俾你赢噶。龙系道馆，龙系道馆麻烦。喷火呢招其实点样啊？唔通出唔到咯？嗯，冰技得急冻拳，咁不如用呢只用水技啦。三倍足仿造流沙地狱剑舞，剑舞开嚟冇用，诶、欸、开啊，照开剑舞。摇尾巴攻击呢招三倍足脚，三倍足脚又唔知喺边度踢啲脚出嚟，哇瞓咗觉。包子啊，犀利喎！呢只有包子。醒啦喂，好醒咗，可以同你咁有才华训练师交手，我好荣幸。我都觉得系，我实在太有才华啦。小谷儿啊呢个，哇！但系佢 2D 个样子完全唔似啊，系啦，明明呢本系你温手灵啊，首先去咗道馆，喺喷你过山车啊，呢、這个唔系手灵啊，咁边度啊佢喺？唔系呢度啦，总之佢喺系嘛？哦，快啲过嚟啊！唔喺度。唔记得咗去咗边呢个啊？呢、這个先系时尚舞台啊 ！OK， 欢迎嚟到雷文道馆啊！精灵咧同埋训练师创造嘅华丽精灵对战咧，同埋以及呢个嘅时尚 show 即刻要开始啦！龙系急冻拳，急冻拳，各状攻击，按水技喷水，我扣得劲少。仿造，哇草笛、啊、仿造到好嘢，黑夜唔错，双头龙岩石啊，唔系佢未飞个双头龙，仿造破壳三倍足脚，哇犀利，呢嘢就系我嘅最强嘅精灵咧，快回去先，训练师嘅尾睇你得唔得啦。暴泳员岩斌单纯光线呢隻都懂刻懂赤面龙急冻复特冻结复特啊打唔中呢死咯君天雷仿造没有打中喷水打劲少，三倍足脚，三倍足脚，慢慢打啦，痛打气，三倍足脚，喷火，三倍足脚，打唔足，三倍足脚，痛打气，再踢。其实我用黑夜诅咒仲好喎，啊，我打完先盛气，冚佢，冚佢，好22，又走得啦，打完一次又要走。龙系真系好劲啊，龙喺。种族食相咧太强啦，
如果佢啲技咧再稍微劲少少咧，我就真系玩完。估唔到咁快就有龙套馆。明明龙套馆之前有啲咩第八区域嗰啲嘅嘛，第八个道馆。你系咪咧有同小姑儿站喺同一个舞台上嘅资格咧？我要考验一下你。迷你龙，沙女人生。哦，同即系咩咧？将自己特性注埋对方特性，冻结。好。迷你龙呢只啊，狙击手，我同阿杨黑夜诅咒，黑夜诅咒，黑夜诅咒，黑夜诅咒好似仲好，老实讲。好嚟啦，小谷儿嗰阵一出嘅时候咧，个个为之疯狂，又系对呢一个嘅角色。虽然我都疯狂过，恋爱同埋我嘅精灵咧，边个光彩系真咧？等我哋比试比试下啦。啊，小谷儿，性感小谷儿。能量球啊，雷牙，冻结，冻结都冇用啊，打唔到呢只黑夜，黑夜，启暴龙，急冻拳痛唔痛咧？急冻拳应该都唔痛啊，你哥德宝宝打人都唔痛，街头士刀死咯，要卡关呢度可能。雪崩，哇你啲技咁正常，点够你玩啊？滚石。滚石砸屁弹，终于被佢中到啦！下载攻击提升，巨大击落，好哇几好！龙之路要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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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之路，小拳识识龙之路，睇嚟小拳识系点点点讲咧？即系百年难得一见嘅奇才嚟噶，可以学到龙技啊！双头龙你死紧啊！我小拳识你识哇！使唔使咁快杀咗我啊？角色扮演逃走啊，这个特性系嘛？冇睇错啊？逃走滚石，扮演都输喺度吓，系咪卡古龙啊？你超音波龙呢度冻结复特，唉唔中呢度又，我、哦、打中佢啦，终于。启暴龙嘅话就用岩石技，所以我用小拳石下载，击落龙之路，食水居然击落龙之路，啊砸屁弹呢只黑夜诅咒，哇呢只又识龙之波度啊，又要学。模仿对方的技能，对方不出招就会失效。我谂应该最好都系换呢招仿造啦，换走仿造。双头龙，龙波动，嗯 ，OK 唔错，龙波动，香油，喋喋不休，唉，搞掂啦，终于。真系啊，你系个咧比我想象更加出色嘅训练师喎，令人感动，送俾你第四个徽章啦，福特。而家呢个咧，四个徽章之后就可以咧用50级嘅精灵都可以听话。铁头，呢个系交换福特啊，唔使听佢讲嘢，佢全部嗰啲全部错。等阵先，先同我哋啊一齐行咯。作为训练师嘅光芒咧，具备呢个光芒嘅你，肯定可以收集所有徽章前往呢个联盟嘅。啊，前往联盟冇问题啊。诶、欸，等离子团又喺度，点啊？我哋咧只系企喺度，反过嚟问你，我哋对你做过啲咩啊？咩都冇做，但系你啲抢人嘅精灵咧，绝对唔可以原谅。我警告你哋，我要生气啦！唉，最近啲训练师咧真系麻烦，系咪咧将精灵嘅强大当成自己嘅错，自己嘅力量？你咁样咧，我完全冇兴趣。希望你唔好阻碍我哋。啊，拜托了，咩事啊？冇人要打啊？哦，狂妄的小鬼头，好似。好似讲到唔系，好似系讲到系嗰个咁嘅 M K 仔错，唔系等你子团错咁啊！到最后 ，yes， 咁咧就同两年前你一失败一样啊！只不过就到我呢、這个咧，两年前抢你并且锻炼过嘅精灵很强的，八合金娃娃呢边系呃咗啊！两年前抢，哦，真定假？锻炼呢两年我咧食冇食苦头喎。麻烦啦，居然输俾两个僆仔，我哋等你纸条揾紧一样嘢，就可以发挥出嗰个力量。
5年前我阿妹嘅扒手猫咧，俾等尼子团偷走咗。嗰时候就系僆仔，咩都做唔到，所以要变强。嗰人你有天分啊！不断咧完成图鉴，又帮手，哇，口还无耻呢条友。好 ，OK， 我哋打嗰边嗰个训练师啦，达摩，达摩族，达摩劲嘢嚟嘅，喷火。OK， 一半就差唔多啦，再嚟。暗选足，哇，唔系好够精灵球，得翻一个。哎，食蕉啊！唔好斗，唔好撞死自己啊！你同你讲，喂，唔好啊，唔好撞死自己啊，唔好做傻事。OK， 得捉到，翻去买精灵球，而且睇埋嗰只达摩先。哇，我真系未试过捉咁多精灵嘅嚟又，30,000+。买住50个先啦，我系时候睇啦。噩梦又系噩梦，呢招技呢招同某一只一样，同之前有只都系噩梦嚟嘅。但系噩梦呢招有真系劲嘅咩？我真系冇乜研究。嗯。四个辉章话唔定可以赢到查尔斯，我替我打败呢条友啦。我系恋爱男查尔斯，我想吸引我中意嘅女孩子注意，于是咧用三人对战呢种知识。哦，好啊，三人打系嘛，冇问题啊，我唔会输俾你嘅三人。哇，两只鬼，三只鬼喎、啊，龙之波动，杀咗只梦妖先，落石，梦妖，滚石，梦妖。哇，好痛好痛 ！OK， 好，呢招技嗱，哎，早知用呢招啦，咁啊，早滚石打呢只，滚石再打呢个梦妖，好，哇，死咗一只又，下载出嚟，下载，攻击提升 ，good， 龙之路打。梦妖滚石打梦妖，得揸只，哇！种子闪光，哥德黑夜诅咒打都打唔到呢度，然之后就闪电滚石，好神光。呢招啦，黑夜诅咒啦，搞掂，真系掉你啊！本想教你，但系俾你教训，不过睇嚟唔错啊，赢唔到三人对战嘅，冇呢个经验嘅话，好太犀利了，太犀利了，就得呢度好似有对战打，我记得吓，冇啊嘛，冇，你啱啦，冇对战打就，烦巴士，哇，即刻有呢啲啦。我讲好似之前咁咧，随意抢人精灵啦，唔得，一旦攞其他人嘢就俾人当成小偷。你好烦啊！而家先谂咁冇咁似啊！佢理解唔到我哋正义嘅，仲将我哋咧当成坏人。就算咧离开等离子队咧，世人都系好冷淡，所以博索性啊，不如成为嗰啲抢精灵嘅征服世界嘅人咧。嗰啲冷漠嘅人咧都会惧怕你啊，一个咧劲嘅人噶啦。我愿等离子团 ，and 但系好伤心 ，and 咩等离子团嘅国王真系个叛徒。抌低嗰啲苦难嘅人，独自消失嘅混蛋，有人问你哋喎，等你指条呢度有边个啊？唔得唔可以引发骚乱啊！冇谂住走，冇事。嗰、那个咧系我朋友嚟嘅，但系两年前咧为咗咧追随想拯救精灵嘅 N 大人啊，要入企度征服世界嘅嗰、那个叫做魁骑士嘛，嗰、那个咪魁字啊？哦，去佢屋企喎，我唔会去人屋企嘅，咁随便。哦、我要去精灵中心先，同埋我要揾精灵族啊！我一定要揾精灵族，如果唔揾精灵族，我好唔舒服。呢度啊，罗德大人哦、啊，哎呀，俾佢见到我添。听我哋嘅话咧，佢哋可能会理解啲。你好啊，既然你嚟到啦，我就要知道咧，你作为呢个训练师到底有几能耐？否，咁啊，请回吧，嘈咯，请回。我捉精灵啊，唔好烦住我，皮皮。我一睇佢属性，我一睇佢特性真系唔系咁。哇，磨光岩石，磨光岩石喺边度有得俾佢磨？哦，
鬼师，鬼师要捉，能量牛，啄食攻击，真系阴功！嚟到呢个世代，鬼师只可以识，净系可以啄食攻击呢啲咁嘅攻击技能，真系阴功。哥达，哥达呢都要捉啊！唔好讲笑，礼物识得送礼物俾人嘅哥达，仲系咪嗰只蛊惑嘅老鼠咧？啊，真系有待考究呢啲。有摇草，大王鱼要捉呢只又假动作喎，识下马威咁犀利，一定要捉毒尾。睇到啲好技啊！唔好啊，一定要入去系、啊。哎，得啦，搞掂啦。我迷你龙，迷你龙呢三级阶段特性进化好烦哦，因为我唔知佢最后会系咩特性噶，好似启暴龙嗰啲我唔知咩特性。咦，如果我捉呢只咁，我咪知道其他人嘅特性系咩咯？系咯 ，OK， 就咁啊，搵只大蛇，哇，仲识麻痹技添，哦，掉啊！山蓝滚石多下先，火推，哎呀杀咗，唔紧要，应该仲有好多嘅呢只，唔紧要。哦，捉到啦，迷你龙，我哋可以翻嚟啦，捉咗好多精灵，我哋可以睇又有咩特性啊，最中意呢个环节嘅咯，玩呢 game， 好，准备啦，睇下咩捉，睇下咩特性啦。首先存放一啲先，我要存放。全放呢只啦，小拳石唔要啦，下载呢只其实都可以唔要住嘅，哥德宝宝都可以掉，即系进唔到化而家暂时。好，开始啦，由呢度开始睇，呢度开呢、這个睇咗啦，叶片防卫呢、這个睇咗，隔音不会受到伤害，绝对零度，镜光射击，镜光射击咪竞技嚟噶，唔系喎。以上状态有时会脱皮，等佢脱皮变咗紧鬼，健美啊！哇！全部都系呢啲垃圾技喎，叶片防御，鬼师就进化，不如帮佢进咗化先啦，帮佢进化一阵啊，能知道对方嘅持有物，有正点及负点，但攻会提高，阳性，对手特性会和对手一样，这个要带走，鬼师要拎出去练一练，好就咁决定，我想练一练，跟住再睇下鬼师系咩特性，好。咁样嘅我就可以好快知道人哋嗰啲野生精灵系咩特性，同埋对方嘅特性啊。咁迷龙就应该唔会进化嘅。但系点样打人都一个都有个问题，替身打草成结，真系唔使自杀到人咁样。草成啄食，真系阴功咯，要用啄食。哇，白痴用。地面技啊，系点解冇地面？因为佢漂浮，冇咗漂浮啊。有地面技，所以龙之波动，我都唔记得咗添。因为原本鬼师系漂浮，不如直接打呢一度算啦。呢度打呢度会升高呢啲小猫怪，啱啦。地面技，我骨头掉，哇，使唔使啊？即刻杀咗鬼师，导电飞鼠，喷水，毒液牙，喷水。喷水，好、哦，我对唔住，仲教啲咩试炼嗰啲？哇，原等嚟指定其实有原因嘅，走啦，咗呢位系啲朋友咁一齐咧。重新介绍我系罗特啊，你哋系等嚟指团啊嘛？话俾我听，头先个等嚟指团有咩唔同？准确啲嚟讲，我哋系原等嚟指团，因为两年前嘅事咧，为咗赎罪，我喺度咧照顾同精灵失散咗嘅精灵，你系我 M K 仔。好，五年前咧，被你等你子团咧抢咗我阿妹非常重视嘅精灵啊！咩失散啊？最标破心嘅就系你哋，真系咁啊！非常之抱歉啊！借道歉有咩用啊？我妹精灵咧，扒手猫，你讲嘅精灵唔喺呢度啊？最边肯定系咧等你子团咧俾人洗咁啦，并且你讲得啱啊！道歉解决唔到问题，但系咧唔承认错误就冇办法继续前进。够啦，就算咧再道歉，我妹嘅精灵都唔喺呢度啦，系嘛？我要去精灵道馆，要令呢个等你子团连根拔起啊！可唔可以帮我照顾索罗啊？好啊，你精灵满咗。哦，佐罗啊，真系话，我真系贪食鬼，连环推破壳。
唔系破几劲喎？喂，如果呢只有破，但唔系啊，呢只有破壳，咁防御系进一步减低。但系对方如果唔系攻击状态下打人，咁我破壳系几劲。系咩？进咗化先，鬼师。储水呢只有储水，咁咪真系屈机。但佢最后会进化噶、哦。大蛇灯眼先，哇雷技！我的天啊，呢只居然有草水，用火技打佢先。喂，打佢 ！Oh my god！ 呢只啊，黑夜诅咒。哇，仲有招咁嘅火技？佢只火技系唔知边只神兽喎，又系系咪八二啊？就系雷希拉姆嗰招啊！大镬啦，金铺俾人秒团灭团呢只能量球破灭雷击，唔系啊，超劲佢啲技，咪好啦，我哋准备睇啦，超级神兽呢只，呢只先系神兽而家，我睇啦，准备睇啦，好呢只唔系呢只，上一只，再上一只，加特攻减攻击储水。哇！用美丽的蓝色火，呢个系咩嚟噶？唔系啊，两招技咩？两招技都系神兽嗰两招，系呢个版本嗰两只神兽。哇！呢只劲，但系我唔知进咗化会点呢只，因为进咗化之后特性又唔同，好烦。好，鬼师进化啦，准备睇啦，鬼师通打雷。照學先啦，打雷。咁剁食唔要啦，系嘛？剁食唔要啦。鬼师通，乜鬼铁拳啊，大哥？鬼师通你铁咩拳啊？啊？你边度有拳可以铁啊，大哥？我的天啊！一只咁嘅鬼师通就咁俾人废咗。哎呀，鬼师通啊，鬼师通，点解会系铁拳啊？点解你唔系好似其他咁草水嗰啲啊？你睇呢只草水几死几劲？唉，带住先啦呢只。好，咁而家咧，我哋有呢一个嘅呢一个嘅迷你龙咧，就可以知道人哋嘅特性，所以非常之有用嘅。然之后咧，贪食鬼就暂时放低先啦，都系好。OK， 今集几好啊，又捉咗好多精灵。OK。好，我哋今集成日嚟呢度先，下集继续拜二随机版，系咁先，拜拜。